直播主连千亿遭判刑7年定验，昨日前往新北地检署报到发监执行。连千亿昨天搭乘高铁北上进修，中午12时许身穿白色吊嘎黑色短裤现身在新北地检外，他还带了10多本稻盛和夫、洛克菲勒等企业家名著，希望能好好学习。我买那个稻盛和夫先生啊，还有洛克菲勒先生的，买10几本，好好的学习啊，好好的进修。原定下午1时准时报到，因所搭乘的劳斯莱斯违停，被警方驱赶，无奈被迫提前下车，步入新北地检报到入监服刑。报到前更与10余名友人送别。面对媒体受访时透露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台北看守所接受三立新闻网电访时透露，连千亿新收编号为9425，暂时住在新收设房的4人房。另外3名舍友的身份背景不方便透露，昨天下午5点30分放风，在固定区域内活动，晚上6点到8点则和其他人一起接受感化教育。除了听取收监规定，所方也播放轻音乐让收容人放松心情。9点后就寝，今日上午6点50起床点名，状况相当正常，看起来并无异状，态度也十分配合。昨日晚餐内容则为红烧烧肉、麻婆豆腐、炒青花菜、小鱼味增汤。